么时候，我的放手它会让你的攻击都没有用。这是个心理以后失去存在殊死搏斗，苦高的荣耀跟着算被别人视为荒谬，一直看见我渺小，你人爬起来再大，就在不同我预留的计划，我匆匆的看真假，只要你感到害怕，能看实力却没办法抵达，倒数计时的想法，可我还在场上，你看我浑身伤疤，却笑着你也不发，因为我在酝酿着下一次击杀。你抬起头看着我，仿佛闭上绝路困守，我动着手